有些农药产品会散发气味，因此其主要暴露路线常常会被误认为是吸入暴露，但有气味并不代表产品有毒。事实上，最重要的农药暴露路线是皮肤接触，而手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。记住，虽然手只占身体表面积的 5%， 但 60% 到 80% 的身体接触是通过手来完成。手的问题很容易解决，努力战胜自己的双手吧。